So what's the new sentence this week? Give me the camera, that's the new sentence. Give me the camera is the new sentence. Yep. What the? Why are you What's laughing? Wrong? Yeah, I can't You made me laugh. What am I doing? Oh, 祝各位新年快乐，祝大家兔年行大运。兔子。可以了吧？可以吧？再靠我。看一下自己喜欢。哦，这张没有，这张刚好没有。对，然后现在可以去，会百搭嘛？这张百搭，这张可以。我不会送你烂的。你那个表情，你会欣慰一点。哎，那个，记住上礼拜的对富邦的感觉，然后保有自信，然后每个要连结在一起。无私打球，然后享受比赛，好不好？大家一起加油！哎，再两场。他们没什么人，大家用力打跑起来，他们没人可以换。好，加油加油，用力用力。One two three，好过年啊！欢迎来到新竹，农历年前的最后一周赛程，也是工程师主场连续的第六战。近五战，狮子军打出了三胜两败的战绩，证明后辛巴时期他们威力仍在。刚才大 B 被吹了第一次的犯规，朱云豪这个底线的跳投 ，and one， 哇哦！小烈要站上罚球线，两个传球已经到阿提诺的手上了，这是一个完全不落地的传球。今天几次向禁区进攻哦，梦想家都没有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小黑绕过篮筐把这两分拿到，这边四，这边二，都是给到 AB。剩五秒 ，AB， 哎，这个过人来得很快啊 ！AB， 这个进去的小球递给阿提诺，哇！大 B 一个人没办法守两个，对。高国豪 pick out 三分外线的朱宇浩，城市在半场打完，依旧握有着十二分的领先，而且他们得分的将近来到五十分。他的阵容，我们用这样场无法解决。他现在只要 A B 在打 ，Gilbert help A B find wheel dunk finish， 他变后面什么？他全部是 one on one， 他没办法解决啊。哦，防守再沟通清楚一点点就好。Big guy 说可以 keep aggressive，let's go。折射回来，高国豪这快攻把球丢在最前面，再送陈霸五米位置的三分球命中，郭少杰。对。对，小水蚁也是一个赖犯规的高手啊！国豪没办法拿到球，所以 AB 的起身被挡到，在德威面前照样投进，这是他的本事啊！这个难度太高了。回到一个三分球的差距，李俊基高调给吉尔贝克 ，and one triple play。进攻上面，工程梦想家也不用太急躁。这个后射不得出手，就在时间到点之前。那现在工程师遇到一个乱流了。你的下半场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的进攻出了一些问题，太多的失误导致对方的转换攻击，所以在我们在下半场的时候，一个时间分数比较被对方拉得比较紧，甚至要落后。嘉瑞三号位，嘉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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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可以打 post， 打 post help 就要找外面。所以一号 ，Hello， 四 ，Mismatch，OK，Let's go。工程师能不能连续两场比赛赢得 Close Game？ 上场比赛只赢两分，对，而且是对方有最后一击的机会，他们最后是守下来的。李佳瑞三分线，他们都说投了。中切入禁区，李佳瑞拿分了。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然后可以投进这几个球，然后对自己意义
蛮重要的，因为就是有实质上的帮助到球队，然后队友跟教练也是就是给我鼓励的。感谢嘉瑞愿意相信我们教练团给他的方向，然后也很努力在训练。虽然说前一阵比较低潮，那我相信的接下来的赛，那他如果维持这样的训练，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了。工程师要迎接他们今年球季在主场的第七胜，同时也是本季对战梦想家的三连胜。我觉得嘉瑞可能他之前给他的压力比较大，我们球迷也有给他比较多的关注，所以他一打不好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好的声音会进来，所以其实在那时候我看他，我觉得他就是感觉身上很沉重，讨论之后决定让他不当队长。那我发现他在不当队长之后，他整个人是比较轻松的，好像他的责任没那么大了，反而他可以变得比较可以做自己，就有点类似像顺义这样。对，他们前面两年可能在摸索，但是这一年他们的执行力变得比较好，比较知道伦哥要他们做什么。我看到他现在这样打，其实我自己是很开心了。现在的嘉瑞，我觉得是很棒的。你现在在连胜，所以你要超级有信心。这样的连胜不是对方送你的，你中间都有遇到挫折，都有高有低，被领先两场，你都有被领先再压过去。所以你今天你要很有信心，你要很有信心支持你去赢球。今天的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如果今天能够拿下胜利，我加码30万给球员教练限定的尾牙摸彩。谢谢你队，谢谢。拿下，拿下，拿下。所有的球迷朋友晚安，你好，欢迎在农历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六晚间加入 Parsley 的现场直播行列，为你带来赛事编号第46场比赛，在新竹县立体育馆为你带来的是新竹工程师对上新北国王，这也是两队在农历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交手。目前的新北国王依然是占据联盟第一的位置，不论是能不能够在主场保住50%的胜率呢，只要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顺利的拿下。空切没有成型 ，AB 发动快攻，交给前场的队友白进，这个功劳没出手，再一次机会，没问题，哇，这过半场，这时候这一招你特会 ，High Flyer， 又是一次的转换快攻啊 ！Triple Handle， 嘉瑞快冲，可以吗 ？Ball Screen，AD Stay In，Fast Screen for Evan，AD Pop Out， 这个人往下移，直接回弧顶，李嘉瑞换成右手出手，都快出手。李嘉瑞球运的比较高，不过篮下找到了郭少杰，好球！哇，东城直接被拦截下降。对，所以这场比赛你看，其实在第一节，哦，哇 ，Power Play， 哇，班尼特整个整体的空间感非常好，我非常清楚知道头顶上面就是篮筐。是半场打完，工程师在上半场取得14分领先，这是在今年第一次在半场打完时，工程师对国王队是取得领先。嗯。很注意 AB Rico mismatch， 因为我们一直在 run， 而且他什么，他是用四号位在守，他用四号位在守 AB， even 他用 Q 在守，他也守不住，所以你在 run 的时候，你只要发现什么蹦出来，最大字在我身上 mismatch 就要丢进去了。 I know I got caught on the cross screen a couple times underneath the basket, but if the guards are fighting the screener, so it's not an easy pick, you know, we cancontinue fighting and he can catch it onto the block instead of right underneath the basket, because even if you guys bump underneath the basket, it's still hard for me to come fight over and be on top. Yo, they don't want to win this game, but they ain't gonna give it to us. We gotta go take that shit. Let's go, pound the rock on three. 1, 2, 3. Hold on. 上面收顺义，空中对抗球进，向王里打，八尺出手，球进有。
Hand up 球注意好，想挑战 Q。因为国王蛮针对我这个点，就是不给我半场进攻有好的空档，这个他们收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去做协防。那上半场可能就算知道，可能还是没办法去做调整，我应该怎么打？那中场的时候去问伦哥啊，就是去问助教之类的，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对球队是一个正向的效应。国王队试图把节奏拉快，但几波进攻其实都还是被工程师打不下。外线出手啊，他是最有信心的。你才有反他，不要忘记昨天也是他。很好的互动出现了。好，国豪的超截，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好球！国豪跳了出来，跟进来防守的 Benny 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工程师还有机会，教练出位。工程师翻身从中路给没犯规，进攻时间是0.6秒。Boca jam the ball, OK， 你们后面就会变一样的。No three, no no foul, OK, always be physical， 他身体一抓到停的时候就开帽。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就0.6秒，就是往篮筐附近丢了，发球失误，形成一个进攻违例，这时候朱一豪直杀篮底。空中对抗，这球分进，超前比分107-106，国王队请求暂停，4:21。你看啊，这个就是啊，后辛巴时期啊，你不是只有高国豪可以得分啊，不是只有昨天的李佳瑞啊，今天小烈跳出来啊。其实原本暂停上去，教练设定是如果抓到篮板，看个短暂停嘛。那刚好拿到球，看前面他们只有一个防守者，然后波卡跟苏迪已经往前冲了，然后就把球往前推，然后去尝试看看有没有快攻的机会。哇，精彩的比赛，工程师在主场保住了连胜，赛季的主场第8胜。哇哇，107-106，非常精彩的赛事。哇，真的今天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Are you tired? No, I ain't tired. It's another day, you feel me? That's a lie. It's another day. We got 2 days off. I ain't tired, man. If there's a game tomorrow, I'm playing. Let's go. I see you. Yeah, yeah. Gotta look good for the camera, right? Hey, one position, you didn't even get past it. I see you, dude. Oh, I was fucking dead. Halftime, bro? I was dead, fam. I know.好，所以好球。球员的变动之后，我们改变了，不管是防守策略或是进攻策略，其实都有蛮大的改变。也看得出来，球员的每个人的更积极、更努力，在做一些跑动的轮转。其实，在过年前的3连胜，我觉得对球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跟动力。当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做调整跟适应。那就是继续努力这样。No one's backing down, you know, everybody's fighting. That's pretty much the first thing of basketball. You know, not to be scared, to go out there and, you know, play with confidence. Yeah, the last 3 games have been really nice. Hopefully we can continue. 我相信我们现在化学效应是正在慢慢变好。那请大家期待年后的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赢钱赢到吐。Hot chick. I think I know this one. La Thai Mei, yeah. La Thai Mei, La Thai Mei. Yeah. I know this. I know this one. Really? I know this one, man.